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作品呢，是我们冰火二重天的完成品。再来由我来介绍，这个呢是我们采用了三菱的 Fortis 的原厂手扶箱。再来呢，我们看到这项呢，这个呢是我们利用制冷晶片呢来制作成的制杯架。那我们呢，为了配合车上它使用的插头，我们把它的插头改成我们的车用点烟器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测试它的成品效应。那我们首先呢，先把插头呢，先把它装到我们的转接器上面。看到我们是采用车上的12V 模拟一样的度，它不会高于5度，只会在5度以下的安培数。那一开始的常温的温度呢，是持于在28度至29度之间。那呢，接下来我们把它开关打开，然后顺便计时的它的速度，它的时间，来看它多少的作用数呢，它的温度会升高到多少。经过六分钟的测试之后呢，你看到它现在的温度呢已经达到了47度，等同于说呢，它经过六分钟之后呢，它的温度提升了18度。